凶手已经抓到了，那凶手到底是谁？原来凶手就是朱迪，是吗？他在离开之前跟你眉目传情，还在你左边脸颊亲了一下，我怎么会知道的？表哥全都告诉我了。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你敢说没有吗？绝对有，但是不是在左脸颊。那在哪儿？阿敏，总之，请你相信我心目中只有你一个人。 我惩罚你了啊！是，那我就惩罚你喽。来呀，来，怎么你也玩这套啊？是你叫我惩罚你的吗？反悔了是不是？怕不怕呀？哎呀呀！我怕的要死啊！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给人家亲，不敢了吧？ 哎，你把我解开来先嘛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洗澡。Come on, baby. 再浪费时间了！哎呦喂，哎呀，哎，老婆，过来啊，快点！哎哎哎，缠住了，缠住了！啊，整把我！Come on, baby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你太多事了，阿明，你害死了 Judy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要替 Judy 报仇。我听不清你说什么，再说一次啊！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要替 Judy 报仇。我还是听不清楚啊！再说一次。耍我！看你个头！神龙摆尾。 你真的查我，你来真的，我你老母，不是查你，是要剁你。看什么看啊？我跟你拼了！哎，老大，这个玩笑开大了。这不关我的事哦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踢，我踹。 你玩完了，该我了。那倒未必。我还要谢谢你呢。